宾他有来到现场，为了洪大哥组了合唱团，小百合姐，欢迎你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小百合姐姐，特别恭喜恭喜，还准备了鲜花要送给洪大哥，我们先来拍一张照片。好，中间的镜头，好，右手边一些些，好，到秋饼，下秋饼，让我来解了哈，下秋饼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好，中间再一张，好，我们也让小百合老师呢来献上一下祝福哦，老师很厉害，现在有摆出现在年轻人最爱的爱心。金毛龙爱心啊，洪大哥，你等下马爱马来处理哦，嘿嘿。啊，不过爱比好吼，啊，无你就变赚钞票，啊，无魔术师啦，爱比好，来，嘿，安尼教学哦，好好好，啊，你变安尼来一张无，哈，安尼哈，好，拍给看一下，好，陶杰，麦克风收一下哦，这个画面很重要，来，好，哦，两个藏得很好，姜是老的辣，直接放后面，好，比下爱心。好，中间，人生的车站，结合上小百合老师的美声，到底会怎么样的呈现呢？好，我们让小百合老师也来跟各位媒体朋友打个招呼，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了洪大哥特别组了合唱团这件事情。来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。首先，永一、永宏，谢谢。人生车站吼，演唱会要搁开唱啊。我真的感到非常替他开心哦，不知道为什么跟他特别有缘就对了。那么前几天他跟我说，那你当叫那个小百合那个那些贵妇哈，哎呦，哦，提到 keyword， 一起来这个到台上来帮我合音呐、啊，共襄盛举。对，我听了，其实我是很高兴的，因为我也很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在歌王的演唱会里献唱哦，能够为他合音是何等的荣幸啊！但是我又很担心，因为我怕砸了歌王的场。绝对不会，因为我去参加过小百合他办的那个这些贵妇诗声演唱会，对，那他们其实都很会表演，很会唱。那只是说合唱团，它可能性质会有点不同嘛，吼。对。那小百合自己拢合音做，拢起歌，所以一定话都甲阮来做好。我相信一定非常的精彩，而且这个合唱团名称就叫做齐力合唱团。齐力合唱团，因为我叫周月齐，哈，那个齐啊，齐力的齐。那有个学生他就提议说，我们以后就叫齐力合唱团，然后有仁爱班。有永和班、有板桥班、三重班、新庄班等等等，就是各个站次的班级都要来到人生车站来唱的，对吗？是，刚刚英王哥跟他讲嘛，一共差不多要四十个，我哇，期待啊，真的，那真的是很大一个任务，不过我会使命必达。谢谢小白。永义啊，也希望英王去盖人生演唱会哦，能够在5月11号就开卖哦，对，就马上开红盘，也希望各位。媒体朋友多多帮我们报道，谢谢小百合老师，谢谢陈李桂圆，5月11号中午开卖，一定会瞬间秒杀。是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主持人请。不过其实像洪荣大哥，你真的是一路这样出道，你看45年，今年要迈向45年，这。